邓紫棋真的太有才，继年夜饭出卖老爸，即兴创作跟大家拜年之后，最近武汉疫情持续延烧，小天后又再度出手把过年歌曲《恭喜恭喜》改编成防疫版本，马上达到另一类的宣传效果。每到大街小巷，口罩必须戴上，每人也为自己必须做好防疫。影片一出立刻被网友大赞可爱爆棚了，上头还特别写着戴口罩勤洗手，这童言搭配完美歌声，正能量的加油打气，真不愧是紫棋啊。